菲宾可目前正忙着到世界各地举行巡回演唱会，而近日竟有消息指出，他们将与 Lady Gaga 一同在白宫晚宴上进行表演，引起热议。根据韩媒报道，南韩总统尹锡悦将在4月底访问美国，而在正式访问前，两国也策划了一场邀请著名歌手参加的联合文化活动。在此次活动中，菲宾可和 Lady Gaga 正在讨论以纪念韩美同盟70周年为主题的合作方案。而消息曝光后 ，YG 娱乐的相关人士也证实，菲宾可确实接到了提议，目前正在讨论中。事实上 ，BLACKPINK 曾在2020年与 Lady Gaga 一同合作了歌曲《Sour Candy》，因此这次是否能再次合作，也备受外界关注。